桃皮汉字陈青龙已经将大型机构甲汉字甲并出来，真侪亲子是大家头胆胆卖力甲汉字要甲学出来。这场示范年的石龙体验是伊的新启动会，甲在地青龙做伙来合班，让小朋友去接近大自然，让他体验一下说地瓜，我们常在吃的地瓜它是怎么去生长，然后它是生长在哪里，让他们挖地瓜体验看看说农村的乐趣。好，金启东会总干事林美华表示，讲石龙体验活动今年迈入第三代，每档的主题咱无啥共款，希望借由着无共款主题体验，让民众真正体会到山地到产地的概念，嘛用着另类方式庆祝着无亲切。所以我们从现场的机械化采工，跟以前传统的这个直接用手徒手来挖地瓜的活动，都让小朋友来体验。那接下来就会再进入我们到餐桌的部分，由我们家政班动员来帮我们今天的地瓜做成大福地瓜啦，小朋友可以在现在的社会当中也知道他们的这个所有的食物是怎么来的。今天的活动虽然说天气热，但是参与的亲子的热情算是跟天气同款。这比如咱在学着汉字的体验，咱感觉讲真趣味。挖地瓜，挖地瓜，那好玩吗？好玩。天气热不热？热。啊，你有没有挖很多啊？挖地瓜。挖地瓜，都挖大的。开心吗？开心。几颗？五颗啊！哇，好厉害啊！好玩吗？好玩。然后在挖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样的秘诀？把土松开。然后就往下面挖就对了。农会嘛安排伫农会本部规划着用旱季来做啊，包着满季的体验。本片新闻，咱以下星期采访报道。